各位大德比丘，各位居士同修，在今年第七届文化人才培训班，我们选择了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作为这一届文化班讨论的一个课程。醒安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出生在前清的初期，就是康熙雍正年间，住世只有49年。从他短暂的一生的德业来看，很具有一些表达净土念佛法门特质的内涵，似乎这位祖师就是为了修净土法门，弘扬净土法门，示现往生净土作为他一生的主要内容。他是一出生下来就吃素的，不能吃荤腥。早年他的母亲父亲早已去世，母亲知道他很有善根，就在7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寺院，就是离清凉庵的龙玄法师为师，那就等于7岁就去做近人了。15岁的时候就剃度为沙弥，24岁的时候就受具足戒。他从小就有过人的天赋，经典是过目不忘。出家之后精进办道，成为末法的精进床日中一时夜不到丹。29岁那一年就参念佛是谁的话头，只有参了4个月就开悟了，说我梦觉醒了。开悟之后他30岁就开始闭关，白天约障，晚上念佛。到了35岁，这里注意，35岁是他一个跟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他到阿育王寺去拜佛舍利，那是燃指供佛呀，他前后燃了5个手指。拜舍利的时候感得舍利放光，也深感那个时代的佛法的衰微，以及对佛舍利的这种无比的崇敬，他就开始发起了一个涅槃法会的这么一个活动。涅槃法会他是发愿要连续做10年，那在法会上是拜舍利、忏悔、讲经、回向。当时在江浙一带，这个法会活动是非常风动一时的。就在这个起见涅槃法会上，醒安大师发了48大愿，那真的不是发起了大菩提心的人是发不起这个愿的。愿愿都是悲智的结晶。那这篇劝发菩提心文就是在这个涅槃法会上写下来的。这样经过了10年做这个法会，到了45岁，他就又开始闭关，就在杭州的梵天寺燕关。他就梵天寺一个金舍，西边金舍，他的进士叫寸香斋
就是有尊可相访，就是一寸一寸香的这个时间谈一谈，除了这一寸香之外为念佛而已。所以他这个念佛呀，那是功夫很深。同时呢，他在这个住山念佛的过程当中写了些诗记呀，这些诗记是代表着他那种生死心切呀，这样的一些净土的本怀。比如有一个寄颂：无能止合住深山，衣食萧然独眼观，寄于世人修建造，此生终不到人间。他谦虚说，我自己没有能力，只能够住在深山里面。深山里面在一个茅屋萧然，自己独自的眼观，告诉世间人，你不要再叫我到哪去了，我这一生绝对不会到人世间喧闹的地方去。他为什么要有这种情怀？就净土的情怀，他是这么表达：破舟旧溺里无忧，敌时须亲到岸头，等得豪师登陆后，更宜心着入中流。他为什么要住山不到人间去？他知道自己要度众生的话，一定要完成一个往生净土的事情。如果还在这个世间还是一个凡夫的身份，等于是破舟，破一条破船，你要到水里面去救淹水的人，要救上来，那在道理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你的船是破的。那怎么办呢？就得先把这条破船赶紧把它倾到对岸边上。到了那边去了之后登上了陆地，再换一条新船到这个中流去救淹水的人。用这个意象表明，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业力凡夫就是一条破船我们想在这个世间度众生，没有福德智慧，所以一定要拼一生的精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解脱的彼岸，再道驾慈航回到这个世间，才有能力助这个度众生。你看他很符合净土的教育，是用他的宗教实践来传达这种信息。然后他这个闭关三年到48岁出关了，他一出关他就告诉大家，他是年底就腊月初八的时候出关的，一出关就告诉大家，我明年4月14日就要往生了。那就说明他提前了好几个月了，告诉大家每天念10万声佛号。他12日的时候又告诉大家，我已经见到西方三圣了。10天前他也见到了，所以他两次见西方三圣，说我往生的时间到了。所以从12号开始就断食到了14号。那很多的弟子都前来纷纷恳请他住世。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去即来，
生死事大，各自静心念佛可依。意思就是 你们不要留我了，我去了 就会回来的、希望大家要深知生死轮回这个事情是最大的，大家都要各自以清净心念佛往生净土才可以。所以他的旁边侍者希望他留一个记子，他就留下一首记子，说明他一生念佛的境界啊。这个记子是这么表达的啊：身在花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逐佛往生去，无去来中是宛然。这就是他限量的境界，我身已经在莲花当中，阿弥陀佛已经现前了，一现前佛就放光来铸造在他的紫金莲的莲台上。心随往生是这个心去往生的，不是身体去往生的，心随阿弥陀佛往生去，无去来中，说明他已经是切证到无去无去无来的法性啊，体上无去无来的法性，但是却有啊这个宛然显现的往生的事项。这就有点像天一一怀禅师说的，生则决定生，时去则时不去，所以它是上品上生的。通过这个醒安大师的这么一个一生的视线，我们看看他的一生就是菩提心的呈现的一生。他唯一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具体体现在持戒念佛求生净土上，自己这样去做，也令一切众生这么去做。醒安大师用他的宗教实践证明发菩提心的重要性，也跟我们净土经典讲三辈往生共同的条件都要发菩提心。这是净土法门作为大乘原教的一个根本的前提。醒安大师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发了菩提心，然后他用他的悲心来劝我等净业行人也要来发菩提心。那这篇文稿我们从前面也用五重玄义跟大家做个大概的介绍。我们有一个科判表啊，先谈一下五重玄义。首先是诗名，就是解释这篇文的题目名题。一般经论都是谈人法瘀的单数或者双数来建立名，那这篇文章叫单法立名。单法就是这个菩提心，就是属于这个性法，就是本性一切众生自性本具的法啊。那这个劝发，劝就是劝勉、劝化、劝导这个意思，发呢就是要发起、发明、发展，就激发出来。那我们知道菩提心就是觉悟之心了，智慧之心了，全称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有时候称为无上真正道义。那菩提心的内涵
谈起来从体相用谈起来内涵都很丰富啊。这个一般讲从体上说就是叫真性菩提，称为如如理，这就是本觉了啊。从这个智慧层面谈称为实智菩提，称为如如智。从这个它的作用来说，菩提是要自行化他的，是要观机斗教的，所以它就一定要有善巧方便，就叫方便菩提。如果实智菩提称为根本智的话，那方便菩提就称为厚德智，就称为全智。菩提心一定要有一种般若的空慧，由这个空慧里面升起同体的大慈悲心，由这个慈悲心引申出自行化他的方便。那这个般若慈悲方便的含义就构成了一个成佛的种子。所以发菩提心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它是成佛的正因，成佛的种子。那你说无论是一棵树一棵庄稼，如果它没有种子，它是长不出任何东西的。那这个种子里面包含的信息很完整，一颗种子它发芽了，破土了，长出树干了，有它的枝叶花果了，所以一个小小的种子包含着无量的功能。我们菩提心的种子一旦展开之后就有无量的功德。所以大乘佛法赞叹这个菩提心呢，那是诸佛来赞叹都是穷劫难尽。华严经专门有一篇初发菩提心品，就谈到一个菩萨用种种的供具，在无量劫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去教化十方无量的众生，以及供养的无量的诸佛啊，这种功德虽能大，但是尚不如有人初发菩提心的功德大。他用十个层面递进的来说，初发菩提心的功德无量无边。所以这个菩提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但是我们被古摸在淹埋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之三下，我们的烦恼里面。所以这个菩提心的种子一定要借助一个缘才能发得起来。佛种从缘生，那这个缘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缘就是善知识。所以这里讲思明虽然是单法立明，但是这里面含摄着人，能劝的是行安大师，属劝的是发菩提心啊。从义理上包含人法。好，这个无论是华严经涅盘经诸多的大乘经典都赞叹善知识的功德。如果一个行人没有善知识的引导劝发鞭策这个加持，他是很难修行成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感恩这个行安大师，他就是我们的大善知识。他为了令我等众生发起菩提心，他字里行间的这种心态
这种恳切，那真是无与伦比。读诵劝发菩提心文呢，真的是令人感动啊，悲心甚切。第二呢，就是这个文稿的体性。一般讲，大乘的经论都是以实相为体。那这个文稿《劝发菩提心文》是醒安大师从他念佛三昧的性海当中流现出来的，所以他也是一个这个实相般若所展示的文字般若，以实相为体。第三是谈明宗，阐明这个论文的宗旨。宗旨就是他在方法上是推崇何种方法，这种宗就是通过一种方法来达到那个体性。那这里从字面上来说，他肯定是以发菩提心作为他的宗旨，但从他的运思来看，菩提心从哪里能够把它激活呢？对我等众生无量劫以来轮回甚久、烦恼厚重、孽障很大的众生来说，我们对菩提心是没有概念的，虽能本具，但是迷失的太久了，所以这个菩提心怎么能撬动得起来？那从醒安大师的这篇文稿当中，他真的是了解我等众生，他不是从一种很抽象的道理上来说，他是从我们的一种能够切入的情感化来说，就是谈知恩的问题。你要知佛的恩，要知父母的恩，要知众生的恩，要知施主的恩，而通过知恩启发你报恩的心，从这个报恩的心再调动你的同体的悲心，再用这个同体的悲心撬动菩提心。你看他的运势是这么一个过程。要么我们就觉得无从下手，菩提心我们多少人都很熟悉啊，菩提心成佛的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天天念四空四愿，但是我们心里是没有感觉的，可以说是无动于衷的，可以说是口头上念念的。你真的用这个十种因缘发心来对比，我们这些众生都是很麻木的，对佛的重恩我们没有知觉的，甚至对父母的恩我们都是麻木的，这种报恩的心更谈不出来。由这个报恩再引发对一切众生的同体的悲心的救度的心，都无从谈起。这部论的宗旨还要注重他的知恩报德同体悲心所撬动的这么一个要素。第四就是谈它的作用论用。慈悲心是诸心当中之王，具有殊胜的利用。我们如果修大乘佛法，我们首先要有出离心吧。其实当我们离开世间心的时候，那留给我们的唯一的选择应该最好的就是发菩提心。因为众生不管你在自觉和不自觉层面，你举心动念都是在发心，尤其是世间的心或者二乘的心或者天人的心，倒不如发一个最殊胜的心。所以能够把菩提心发出来，这我们是捡了大便宜啊！那这个菩提心的作用能够单合一些众生，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庄严一切的刹土，能够修行一切的善法，能够对治一切的烦恼。大家看那个弥勒菩萨对菩提心的
那种赞叹，就是通过赞叹善财童子的菩提心，那有230界，你看看那个菩提心的功能作用，那像大海般呢，这么大的作用，我们好像都没有感觉啊。这说明我们菩提心没有发起来呀、啊。为什么我们还是烦恼厚重，还是自私自利呀、啊？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完全是无我的，完全是恒顺众生的，完全是把众生的利益放在首位的。现在我们老是想自己，想自己呀、啊。这说明我们没有菩提心了、啊、所以这个同体的悲心根本就出不来的，还是在一种我之身见自私自利的这个圈子里面打滚呢。所以这个菩提心的作用无量无边，行安大师是深刻的知道这一点了、啊、所以要通过这篇文稿来劝我等众生把它发起来呀、啊。常常有句话啊、这个无论涅槃经还是华严经讲，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先心难，自己未度先度身，是故我理初发心，就是你初发菩提心跟你正道的毕竟圆满的菩提心，这两者的心虽然都很珍贵，但是最难发的是初发菩提心、啊、你最后圆满的菩提心离不开你初发菩提心，正因为你初发菩提心把自我放下了，一切都把救度众生作为自己的使命了，自己没有得度先要度众生，就像地藏菩萨这样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呀，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呀，所以地藏菩萨他的愿已经表明我等众生都成佛之后他才成佛，这是一个大菩萨的发心、啊、这种心很难发起来，但是有菩萨却发出来了，所以难能可贵，最先要顶礼初发心。那善财童子是在文殊师利的、菩萨座下以实性满心初发菩提心。在大乘起信论讲，这个发心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性位的发心、啊、性位菩萨发心就有三个特点，一个是直心，直心就是正念真如、啊、一个是身心，就是乐极足善法，第三就是大悲心，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那这样的三心的限量发起来，在原教来说它要经过10000劫的时间、啊、从初性位到实性位、啊、很多的诸佛菩萨都是在劝勉众生发菩提心。首先你看文殊师利菩萨先劝了舍利弗带的6000个比丘发菩提心，6000个比丘就回小乘心向大乘心啊。在浮城东这个法会上劝与会的大众，这里包括善财童子为首的500个童子发菩提心。你看在法华会上那个常不清菩萨呀，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啊、他在这个那一次的修行当中就是做这件事情，劝发菩提心，他向四众弟子见到人就顶礼，顶礼就说一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当作佛。实际上这两句话就是劝大家发菩提心的。大家看维摩诘经，维摩大士号称是金树如来再来、啊、他是祭，那国王大臣婆罗门这些人都去探病嘛，是祭嘛、啊、看病，他在这些探望他病情的过程当中，他就以身啊、说法了，说这个身体肉身很苦恼，欲望之身啊、由于啊、无名有爱，则我生病，这个身体不坚固，
身体如巨木，啊，身体是苦恼，是痛苦，是不尽，啊，种种的呵斥这个身体。通过呵斥这个身体，转过来希望大家要得如来身。如来身不生病，如来身是金刚体，如来身是万德庄严。哎，就引发通过这对这个孽报的身体的厌恶，去神往如来身。好，把如来身这个功德调动之后，那最后一句话，要得到这样的如来身，就得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他整个的事迹的过程就是要劝发菩提心，这是一切诸佛如来来这个世间啊，教化众生啊，大做佛事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好，刚才讲初发心的功德很大，善财童子就在第四位善知识弥伽居士那里，他首先要表白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未知如何修菩萨行圆满菩萨道，他都要禀白这件事情。因为不禀白，他就一般的善知识，你没发菩提心怎么会跟你讲大乘的妙法呢？那不对牛弹琴吗？啊，那你我们看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前身做大国王，他在四自在王座下闻经，就心开意解，就发了菩提心了。发了菩提心，他出家之后要请法的时候，也都要向四自在王佛禀告，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希望佛为我讲大乘佛法。弥伽居士虽然是个居士，他记住的已经是原教四诸位的菩萨。当善财童子禀告他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弥伽居士还反问，如已发耶？啊，那善财童子肯定的说，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个弥伽呢，竟然马上从他的施主座上下来向善财童子五体投地顶礼，然后善种种的宝珠金银啊，旃檀香无量种衣来供养善财童子，种种供具以为供养。你看，这是一位大菩萨呀，他本来是一个老师的身份呢，以老师的身份来顶礼学生。这为什么？就是善财童子初发菩提心太难得了，这个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因，他就能生出无量的功德。所以不是顶礼善财童子，是顶礼善财童子已发的这个菩提心。就好像一个人顶礼初一的月亮，初一初二初三的月亮了不起啊，而不顶礼圆满的时候的月亮。为什么呢？由于初月更稀有更难得，而圆满的月亮是由初月过来的。所以你在成佛已经圆满证的菩提心，是由于你初发菩提心。所以这就是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先心难。这两种心初发菩提心很难，是故我离初发心。弥伽居士进一步赞叹，为什么要顶礼菩提心？这就是菩提心的功德。如果一个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表明能够不断一切佛种故，就能庄严清净一切佛刹故，就能成熟一切众生故，就能了达一切法性故，能发菩提心，就能为一切如来所意念所加持。
就为一切的圣贤所赞叹所随喜，就能令一切众生得到安乐。像菩提心是有这么大的功德，这就是它的功能作用。所以你看我们净土中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在注解三辈往生啊，发菩提心像专念的时候，他都是很强调菩提心的。菩提心发出来是无量广大深邃辽阔，他就能够跟西方净土相应，果报是在成佛，花报是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教相。佛经是有声闻藏，有菩萨藏，菩萨藏就属于大乘佛法了。从摩诃迦摄500个阿罗汉阶级，那都是上座部的经历论，属于声闻藏的。那以后出现了大乘的菩萨藏，实际上当时都有很多的争论。大乘菩萨藏的经典是不是佛说的呢？在这个很早的时候就有这种质疑的。但最后谁也不能否定菩萨藏是佛所说。那这个，但是这个菩萨藏又在什么地方结集的呢？你说声闻藏的三藏经典都是有具体的地点呢，具体的人呢，那都是可信的历史啊。那我们从大制度论来说，是说这个文殊菩萨跟这个阿难在铁围山结集的，那这个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大乘经典的缘起本身就是不可思议。你说华严经是从龙宫里面出来的，那一般的人又线性思维逻辑思维的人来说，他是很难相信的。那如果能够展开十法界的话，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了。那我们中国在这种声闻藏和菩萨藏当中，我们正胆国恰好是接纳了菩萨藏经典大乘佛法。原来是在印度啊，大乘和小乘并行。这个阿育王这个做大护法的时候，这个印度的佛教是到那个顶峰。阿育王去世之后，整个的印度的战乱，佛法就已经走下坡路。前两个月我去新疆，就感知到有一个现象，在印度战乱的时候，佛法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大乘经典都是从西域过来的。你比如早先翻译无量寿经的遮罗迦忏，就是从肉之国过来的。我们看到的康生凯的本子，他就是康居国过来的。我们这个读的80卷华严经，就于田国过来的。鸠摩罗什大师是秋兹国过来的佛罗耶舍就是18高贤僧，那是季宾国过来的。那些都是在西域带，就是在新疆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从它的洞窟和它的整个的历史显现来看，西域带在公元3世纪到8世纪是它佛法最为辉煌的时候，基本上堪称为佛国。那鸠摩罗什大师也是公元4世纪过来的跟慧远大师是同时代人。那这里看到一个兴衰的一种隐隐约约的信息。在印度佛教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他到了西域。在西域
八世纪伊斯兰国家的入侵呢、那基本上是伊斯兰的国家跟佛教国家打了几十年，结果佛教国家打败了，失败了，所以新疆成了伊斯兰的世界。你看佛法就从西域传到了中国，那正好隋唐之际就接上了佛法的命脉。那透过我们正胆国，又向周边国家的辐射，像朝鲜、越南、日本、东亚的一些地区。所以你看，沉住坏空，当它承受到极点的时候，走下坡路。原来我们正胆国属于边地，却想不到从公元八世纪左右，我们这个边地的正胆国成了大乘佛法的中心。基本呢都移植到了我们中国，所以虽然是印度是大小乘佛法并存，但是经于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却竟然是大乘佛法。所以我们要感恩在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向我们中土传播大乘佛法的这些翻译士，没有他们，我们是很难接受到这么一个大乘佛法的，所以这部文稿就是大乘佛法的原解、原修的理念，一般讲菩提有三种菩提：声闻的菩提、缘觉的菩提和大乘的菩提，所以。这部论是展开的是大乘的菩提心的。好，这样我们开初用五重玄义做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文稿了。请看文句：不消余下凡夫身，实闲七学其伤，哀告现前大众，及当世尽信男女等，唯愿慈悲稍加听察，常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居先，愿力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众经成劫依然还债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故华严经云：妄失菩提心，修足善法，是为魔业。妄失上耳，况未发乎？故知于学如来乘，必先具发菩提愿，不可反也。我们的科判，大家看看它的结构，也按照经典所分三大块：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一般经典有通序、有别序，这里倒没有通序，通序就是六种正信，这里就是。这部论的一个发起序，就是从这个不消余下到这个发心的八种相状，最后讲方得名为发，真正发菩提心也，这是属于这个序分部分。这序分部分包含两个，第一是谈总标心愿，就是发愿
发心发菩提心发菩萨愿是修行大乘佛法的根本。第二是具体的辨识你发菩提心的八种相状来揭示取舍的标准。这是两个层面的展开。那从这个此菩提心足善中王必有因缘方的发起，一直到这个最后的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这属于正中分。正中分展开的就是十种发心的因缘，从念佛众恩、念父母众恩，乃至于令正法久住，这是这个文稿的主要部分。流通分就是谈如是十缘被试，把八法究周知，到最后就属于流通分。流通分分为四个小神字展开。好，所以这个结构还是比较明晰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刚才念的这一段，这一段就开始陈述标举发菩提心、发菩萨愿，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一个根本前提。醒安大师有句非常谦德的开场白你看他谦导到什么程度，不断的用不消、余下、凡夫、身、实贤这个实贤是醒安大师的法名，他的字叫思齐，有点见贤思齐的味道。他的号法号叫醒安那么现在我们用惯了他的法号，成为他醒安大师，他的自己的法名就叫实贤。真实的贤位跟他的见贤思齐的字能够接得上号他对自己称为什么呢？叫不消。不消就是说自己就不像一个好样子了。这个一般讲对父亲来说不消之子就是一个很贬低自己很谦德的一句话。那这个用圣贤身来说比较，那醒安大师说自己是不消，就是根本就不像有点这个意思。愚下说自己很愚昧很愚痴，下就是下根之人，愚下又称自己是凡夫，是凡夫说明就不是圣贤烦恼具足所以他这个三个指称不消身、余下身、凡夫身来指称自己。你看这是祖师的谦德，虽然他这个内德具有圣德但是他都是用这样来自称，同时也表明那个场合，他在宣说这个劝发菩提心文的场合是在佛舍离的地方，有舍利塔，那余贵的大众说不准也有圣贤应化，也有影响众，所以在这个地点也需要有这么一个极为谦卑的自称。自称之后是气血齐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拙劣为了劝愚慧的大众发菩提心他那种哀戚那种哭泣不是眼泪而是血泪这真是掏肝掏胆哭泣到流血的程度。齐伤，伤就是我们的前额，来向大众顶礼他真的有点常不清菩萨的风格愚慧大众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
齐商。这在中国的古礼当中，他这个齐商是表达一种极度的悲痛或者感恩的心，他才会齐商，就是前额触到这个地面，而且要停顿很长时间，是这样的一个殷重的顶礼啊。那这个是哀告啊，那真的是行安大师就有这么一个大悲哀的心呢。这个文句是从他的大悲哀的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他要哀告啊，有点祈求啊的味道啊。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是要哀告现前大众，就是参与涅槃法会的这些世众弟子、现前大众啊。而且显安大师的心不仅是包含与会的这些大众及当事尽信男女等，即就是没有参与到这个法会的那个时代的啊，有清净心的善男子善女人，这叫当事。当事可以包含那个同时态的当耳之事，也可以包括未来世的众生当来之事，我们就属于当来之事的尽信男女。那为什么要用尽信这个概念呢？那你要有因缘听到这个劝发菩提心闻，你能够相信接纳依教奉行的人，一定要有清净的信心，不能有怀疑。那这个尽信就是对大乘佛法的清净的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啊，大乘佛法唯信能入啊，没有信心都在门外啊。信心为首，如宝山才能够满载而归啊。你没有信心，就没有这个手，虽能是入了佛法的宝山，也是空手而回啊。所以特别提出尽信男女等啊。唯愿慈悲少家听差，这是表明行安大师内心唯有一个心愿，希望大家慈悲呀、啊，稍加听差，大家都是大忙人，百忙之中过来啊，希望你留点时间，稍微的对我下面陈述的内容听差，听就耳根听进去，听进去就是要听到心里去，要留心，要注意啊，不仅是入耳，还要入脑，还要入心，还要入神，这就是闻慧啊。差就是你要啊思维，听了之后要差，这个差就是思慧。在发菩修菩提心的这个行门当中，那就是修慧了，叫闻思修三慧呀、啊。好，常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具现。你看这个常闻表达什么呢？就是显然大师告诉我们，这个劝发菩提心闻不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念，我是依据大乘经典来立论的。这个常闻就是我是有经典依据的，不是私心自用的，根据大乘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立论，就建立要入大乘佛道的要门。从哪入呢？发菩提心是要务，首先要发菩提心，你才能进入大乘佛法的这个妙门。那发了心之后，你要去修行，修行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就要建立大愿，这就立愿具心。建立这个菩萨愿，你才能够去度众生的事情。你发了菩提心，你才能够在以智慧求佛道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直到圆满成就。好，这里为什么愿力则众生可度？下面紧接着，如果你不能够去发这样的坚固愿，不能发广大之心，反面来说，你是出不了生死轮回的，你是成不了佛道的。所以这个愿力则众生可度，发愿很重要。你坚固愿呢，它就能够有什么作用呢？能够坚固你发的菩提心。你立了大愿呢，就能够制服烦恼。你有大愿在那里，就能遮止放逸的心，就能破除五盖，就能勤修六波罗蜜。所以发愿很重要啊。我们一般讲菩萨的总愿是四弘啊，四弘誓愿。那很多佛菩萨的别愿啊，你看普贤的十大愿王，观音菩萨的十二大愿啊，地藏菩萨的发愿啊，他在地藏本愿经示现了三次发愿，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释迦牟尼佛曾经发过500大愿。这些向我们传达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发愿，这个愿是你修行的前导，愿是你的目的价值的指向。你都没有建立一个愿景，没有目标感，没有一种巨大的动力机制，你怎么去修菩萨行呢？修菩萨行如逆水行舟啊，它没有巨大的推动力，它就会退转了。所以这个菩提心又叫广大心。为什么叫广大心呢？它是相对于狭劣的心来说，我们现在凡夫间就很狭劣。狭劣的具体的表示就是被这个时空所制约，我们的念念的牵离千变，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的牵流，我们脱不开三际。我们活动的区域井底之蛙，不能把十方无量的刹土作为我们自由自在活动的区域。那广大心就是超越时间，叫数穷三际，超越空间就横遍十方，量周沙界，等通虚空，这才是广大心。换句话来说，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妙明真心了。所以这个发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修大乘佛法的根本呢，是你能不能成佛的前提呀。如果你这个心发不起来，纵然你经过成点劫的修行，成劫是什么？把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草木花卉、大地种子碎成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劫。你算算这个时间有多长，你就经过成点劫的这样时间来修行，你还是在生死轮回里面，因为你没有发菩提心。虽然你也很辛苦的去修行，总是徒劳辛苦。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楞严经首先要发明两种心呢？真心和妄心呢？
你发了菩提心是有真心来修行的，真心才能得真实的果啊，这叫煮米能成饭呐。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你是用你的妄心，用你的生灭心去修行，你怎么能得大乘的不生灭的佛果呢？这就类似于煮沙，是永远不能成饭的。所以呢，你这个沙煮得很用劲的在这煮，不相应呢，因果不相应呢，这就是徒劳辛苦。为什么《楞严经》讲这个95种外道，包括10种仙，都要呵斥他？他们都是用妄心在修行，最终都是徒劳无功，妄自辛苦，不能得到真正解脱的利益。所以再引用华严经啊，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为魔业。这句话出在华严经的离世间品，是普慧菩萨提了200个问，普贤菩萨回答2000偈啊，这叫就是普慧啊，这个圆心200问，普贤啊贫懈2000愁啊，读华严经一般都会赞叹这个离世间。在离世间品其中，就在200问里面有一个什么是菩萨摩诃萨的魔业。普贤菩萨说菩萨摩诃萨有10种魔业，这句话就是第一种魔业。一个菩萨你忘掉了，就是你曾经发过菩提心，但是你忘了，你就忘失了这个菩提心，你也在修种种的善法，但是魔的事业不能出三界啊。魔王波旬也曾经修过善法，他不修善法不可能到欲界顶天来做魔王的，他也修十善业，他也要修未道定了，但是由于他忘失的菩提心呢，他成了一个波旬呢啊。那什么样的情况会你曾经发过菩提心又忘了呢啊，就失去这个菩提心呢啊。这个法华会上讲，释迦牟尼佛法华会上的这些弟子都是在成典劫前大通智胜如来座下已经发过菩提心的人了，都退转了在声闻位呀。啊，那这个妄思菩提心它也不是偶然的，是有原因的。《大宝积经》里面就谈到有4种法能够令菩萨妄思菩提心，是哪4种呢？我们要警觉。第一种就是欺狂师长，就是对你的阿舍里和尚亲教师你欺骗他啊，对这些啊师长传授的经法不尊重，阳奉阴违。第二种呢，就是他人对佛法的善行本来很有信心，没有怀疑，没有后悔之处，哎，你到这里说三说四啊，令他人生起了对佛法的怀疑和后悔。第三呢，就是对求大乘佛法的人，你诽谤他，呵斥他，咒骂他，而且挑人家的毛病，恨不得全世界知道他的恶名。这第三种。第四种就是待人接物用谄曲的心来交往，不正直，说假话啊。如果一个菩萨有这4种恶法，
他就是已经发了菩提心，他也会忘失菩提心。忘失尚且是魔业，更何况你从来没有发过菩提心呐、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会问两句话啊、汝等汝是菩萨佛啊，好像是菩萨，已发菩提心否？已发菩提心。我看回答的时候，大家非常响亮啊，然后对下去为那个拜殿站的位置都可以骂起来、打起来。你已发菩提心，就是这么自私自利吗？要口头上很响亮，看他的行为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发过菩提心呢、你还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啊？这些都是有大乘经典的依据的，这是很严峻的一个事情了、所以一个净业学人要修学如来乘，这里谈如来乘，法华经告诉我们，如来乘就是大白牛车，声闻乘就是羊车，圆觉乘就是鹿车啊，全教菩萨乘就是牛车，大乘如来乘就是大白牛车。他要指向大乘如来的那种一切种子，那种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神通、无量的慈悲、无量的光明，要度无量的众生，是这么一个发心。所以为什么初发菩提心功德无量，是由于这个菩萨发心不是度一个众生，不是度百千万亿个众生，不是度一个刹土的众生，不是度百千万亿个刹土众生，而是度无量世界的无量众生，叫不期限，没有分际、没有限量的这个度众生，所以他这个心就发的无量。既然是你发的无量的菩提心，那当你的功德也就无量。你发大乘如来乘，它一切都是无量，所以功德无量，叫不积限、不积量的发心。所以要学这个大乘如来乘，首先必须具足发菩萨愿，要具足发、圆满发。比如说大悲心要回向，如果我修了很多功德，我回向众生，我回向一部分给众生，我还自己要保留一部分，要么我都给了你，我自己没有了，那我不吃亏了吗？那你是就部分发，还有舍不得啊，你还不叫具发啊，就像受戒是具足受和部分受，这里要谈你要具足圆满，把这个愿菩萨愿发出来。对这种事情是不敢啊、不能延缓的耽误自己。这就常常讲，一个人要学射啊，学射击，你要射中那个靶子，尤其那个靶心，首先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你必须把你的位置、你的脚跟站稳，你才能够练习射击，才能把那个目标射中。如果你自己都是摇摇晃晃，那你怎么可能射中那个靶心呢？所以你这个脚跟站稳，就类似于你发菩提心，这样你才能够去练射箭呢、才能够中那个底呀、好，请看下面。然心愿差别，其相乃多，若不止成，如何趋向？今为大众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谓邪正真伪大小偏圆是也。云何名为邪正真伪大小偏圆耶？是有行人，一向修行，不救自心，但知外物，或求利养，或好名闻，或贪
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既不求利养名闻，又不贪欲乐果报，为未生死为菩提，如是发心，名之为正。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劝，如登万仞之山，必穷其顶，如上九层之塔，必照其巅。如是发心，名之为真。有罪不忏，有过不除，内浊外清，使情终怠。虽有好心，多为名利之俗夹杂；虽有善法，夫为罪孽之俗染污。如是发心，名之为唯。这一段就开始来具体的分析发心的八种相状，最后点出取舍的标准。那这些心愿的差别之相，在我们涅槃凡夫层面，那真的是这个千差万别，而且凡夫都有一种作伪的这种劣根性，表现出来的跟他的真实的状态往往有偌大的距离，甚至恰好相反。所以这些没有明眼善知识跟我们清晰的点名，我们可能都是懵的。别说对他人的发心相状不了解，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发心的相状都是懵的，自欺欺人呐。所以这个净业行人发心发愿的差别之相是很多的，如果不加以一一的指陈，那就难于选择，难于趋向。所以在这里为现前大众略而言之，概略的去指陈描述一下。那这里描述的是八种发心的相状，八种呢就提出四对范畴了。邪正是一对，真伪是一对，大小是一对，偏圆是一对。我们世间人的心呢，一般都很难指陈。世间人的心很多，贪欲的心、谄伪的心、贪缘的心、嫉妒的心都是妄心里面的种种的变异形态。然后即便你发心要修行了，我们由于这个厚重的业障烦恼分别故，这个相状也是错综复杂所以略而言之就大概说出了八种四对范畴。这主要是根据修行的迫切需要来说，实际上从微细来说它可能更多。说了八种，依这个八种之名来开始辨识这个相状，叫云何名为这八种相状呢首先来看邪正一对了。邪正一对首先就谈发的邪心。世间有一类修行人这里不是指不信佛的，只指世众弟子，你已经信佛了，已经开始修行了，就叫行人。他也从学佛开始一向修行或者是发心大就出家了
世缘还未了，他也居家修行了。他修行呢，不救自心，但知外物。如果这个两句话用在世间人身上，倒是很正常。本身我们的心都是往五欲六尘里面跑的，六入嘛，产生六识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众生活得这么累呀？他都是往外跑的，很少回光返照。那修心佛法，佛法是什么？就是心法。心法是什么？就回归到我们的自性本源，妙明真心。所以无论是你止观的方法，参就的方法，你念佛的方法，都是要就我们自性的妙明本心的。这才是一个修行人的正路。就像楞严经讲的，你要反闻闻自性呢。原来我们的耳根都是闻外面的深尘呢，现在要旋转道闻机，反闻闻自性，不是闻外面的深尘，要反过的闻自己能闻之性。那这个能闻之性是什么呢？就具足圆通常，就是那个那个坚固的本心，不生不灭的。你用这个不生灭的闻性去不断的向内闻断六劫正三苦即灭现前这个你才能证到那个圆通常的佛性。所以一定要反闻，一定要反念，一定要叩己而参，这就是救自心，己功下士。但是这个一类人，他不是参就自己的心，他只是还是往外面去走，只知外物，到外面去做一些事物，所谓去干事业去了。那到外面去干那些无论是佛事还是世间的事物，这里面动机就很复杂了。这里面就提出有四种动机，或者他是求利养。利养啊，想得更多的物质上财务上的回报。所以为什么金灿佛事那么兴隆啊？为什么在商品浪潮当中很多寺院要搞商业啊，跟商家跟政府合起来搞啊，这都是在求利养啊。于是一天到晚忙得脚跟不能着地啊，您让他坐禅诵经念佛没得时间啊。那南方的都有些有些人都把那个寺院主持直接成为老板呢，这挂这个牌位多少钱呢？然后就讨价还价呀，这都属于利养的范围啊。或好名闻，有一类修行人，他可能对利养、财务不感兴趣，但是他对于知名度感兴趣啊。希望来点新闻报道，希望自己在镜头面前多亮点相，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还有一种就是贪求现世的五欲的快乐这个五欲一般就讲财色名食睡，或者说叫色声香味触。现世间他用以这种修行人的面目，尤其有些出家人可能得点供养了于是一定要穿好衣服，吃好的饮食，住好的房子，什么手表都得名牌的车子也是豪华的这都是属于贪求世间的欲乐。
还有一类修行人，他可能前面三种比较薄一点，但是他求来世得好的果报。今生是一个女人，我通过修行下辈子能不能变成个男人啊？今生好像没有当过官，下辈子我通过修行实践能不能当个官啊？今生做人道能不能下辈子升到天上去啊？所以这个贪未来世的人天啊福报啊，这简单举出四种。你看看醒安大师目光很犀利呀，好像都是讲现代的修行人了。还有一些护法外道啊，那他们就是更明显了，只要不是正法的，他是离不开名闻利养，离不开现实和未来的这种享乐，他是欲望离不开的，这一定是邪的。所以这样的发心就是邪啊，一针见血。好，那相对应的什么叫正呢？就是你修行的动机不是为了利养名闻，一旦他求名闻利养，他一定是要频繁的交往的，要搞各种关系的，要一天到晚动脑筋的，要跟这个合作那个合作的。但一个修行人真的是不求名闻利养，他就能淡泊下来，他就能宁静下来。淡泊才能明智啊，他能不求今世和来世的五欲的快乐，他就能少欲知足。一个修行人还要穿那么好的衣服干嘛呀？还要吃那些营养品干嘛呀？这些他就能够把欲望降低。实际上你真正向内心去走，他的欲望一定会低下来，他一定会过简单的生活，而且他在简单的生活当中他怡然自得，他很快乐，他有法喜，他安贫守道，这叫少欲知足。知足就常乐，他把一切现世的这些福报都要布施给众生，自己过简朴的生活。那他这种修行，他的动机是什么？唯就是唯一的，唯独就是为了了生死。后面会谈到生死轮回之苦啊，痛念生死无常啊，这一生这一世得到人生非常难得，闻到净土法门也难上之难，那一定要抓住今生的机会，今生一定要了办生死轮回的问题，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为了证得无上菩提，所以在他的念头当中就是唯一的这件事情，唯了生死，唯证菩提。这就叫好心出家，不是出两扇门的家，是出烦恼之家，是出三界之家，这才叫真出家人。如果一个居士也能够这样做，实际上就像维摩诘居士在《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就已经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就已经是真出家了。所以这样的发心就叫正。所以这都是一面法镜呢，法性的镜子，我们要照一照，我的发心是邪的发心还是正的发心？如果原来比较邪的话，马上要把它正过来。修行就是为了了生死，为了成佛道，没有第二桩事情。第二对范畴是谈真和伪的。
这个内涵。首先谈发的是真心、真实之心、真诚之心。真诚之心什么？表现为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这就像我们修行佛法在哪里修，是关照当下这一念，我这一念属系缘的是什么对境。如果我们念念还是想五欲六尘、人我是非、恩恩怨怨、人天福报，那就不对了，那就不真了。所以我们是发菩提心的人，我们在念头当中要把菩提心的内涵给它落实。那落实就是每个念头都是以智慧来上求佛道，心心心心心也是谈念头，每个念头都是以悲心要下化众生，这就是上求下化。自己现在是一个凡夫，我们已难发菩提心，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的福德智慧去度众生，但是我每个念头我都是为了度众生来求证佛果，要作为我们的念头当中的主导。这就是你的菩提的心念，你菩提的心念念念都是这个主导的话，那这些五欲六尘烦恼的念头就录不进来。就好像一个田里都长满好的庄稼，那个杂草就不容易长出来。如果你没有好的庄稼禾苗在那里，杂草就会重生。所以真和伪它是不能相容的，有真就不会有伪，有光明就不会有黑暗。所以要把这个正的东西给它扶起来，就是念头当中心心念念都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念头。而且进一步思维啊，在成佛的这样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漫长。我们初发心的菩萨，如果按照修行的阶位来说，那都是要从外凡到内凡，再到性位啊，性位再就到三贤啊，再到十地，再到等觉。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长远，也就是藏教成佛也说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那还只是成一个藏教的佛。那我们现在发的是如来乘的发心，是要成大乘圆教的佛果，那他的道路更为遥远。这就类似于如果是藏教是三百由旬的化成，那这个圆教就是五百由旬的那个宝属。那一般凡夫听到这么圆，他就心生气弱啊。但现在我们用圆教的理念发出来，我们不要怕了，因为华严经告诉我们初发心时即成正觉了。要知道我们真正这颗菩提心发出来，就有十方诸佛如来的加披了、覆念了，我们就有巨大的外力的帮助，就不再是在生死旷野当中孤苦伶仃的流浪了啊。所以虽能佛道长远，但绝对不生怯弱之心、退转之想。这是从上求佛果来说，坚固心愿；从下化众生来说，观就是用智慧观察一切众生，尤其是五浊恶世的难言佛地的众生，他的烦恼习气厚重，刚强难化。那对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来说，一定要把度众生作为他的
核心的内容。虽能观察众生刚强难化，但绝对不生一念的厌倦放弃之心。阿弥陀经里面讲那个常精进菩萨，他是什么情况？就是无量劫以来，就是为了度一个众生，跟他随行六道。这个众生在人道，他追随到人道；这个众生到地狱，他跟着到地狱。啊，就是无量劫为了度一个众生，不生一念的厌倦、放弃之心。他是这样的一个发心。啊，你就好像地藏菩萨。南阎浮提众生也是刚强难化，好不容易把这个地狱众生渡上来了，渡到人天道，转眼之间又下了地狱了。啊，我们这些众生都是从地狱里面，不是一次了，是二进宫、三进宫呢，进了很多次了。但是地藏菩萨并没有说你怎么又来了，我现在不管你，你进去了他还得管呢，他还得想办法从地狱里面把我们拖出来啊。所以地藏菩萨很辛苦啊，我们不断的出来，不断的进去，搞得他的工作任务永无尽期啊。但是他发的心是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众生都度尽，他的这个愿才尽呢，是无尽的悲愿呢。所以你这个真的是大乘菩萨道，他就是这个不能有讨厌，不能有疲倦，不能有抛弃之心啊。那这个他是一个极重的悲心，这种悲心实际上是超过父母的。我们世间父母对子女是很爱护的，但是你要观察他对那个比较孝顺的子女都很关心，都无私的大爱。但如果那个子女很处逆，很不听话，很跟他抬杠，很跟他较嘴，这个父母都有时候心里会放肆，你这个儿子你这么坏，我不理你了，甚至登报断绝父子关系了，他都可能会厌倦放肆。但是菩萨的发心就是很难度，很刚强啊，很处逆都不厌倦，都不放肆。那这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一个艰巨的过程，一定要有波罗蜜的心态，彻底圆满到彼岸到家。这就比况为就像你要登万仞之山，一仞就是八尺啊，万仞之山啊，那么高的高山，你一定要爬到它的顶峰去，必穷其顶。就好像你要登九层的高塔，也一定要抵达这个塔尖。不到山峰、山顶和塔尖，誓不放弃。宁可粉身碎骨都不退转。这种发菩提心的人，这种念头，这种心智，这种意志力，它是非常刚直的，也非常有力量的。我们看这个玄奘大师西行取经，他走戈壁啊沙漠的时候，刚上路就发现他的那个水呀漏掉了，他就本能的就做反应，他要回去装好水再回来。就在他走了十几里的时候，他在想，我不能回去，宁可往西前进一步而死，也不能向后退转一步而生。所以他就停住了他的要回去取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掉过头继续走。这继续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是向死亡挑战啊，意味着是接受死亡的考验呢，它是一个这样的选择啊。所以你看这个玄奘大师就是由四天五晚
没有进一滴水。最后是爬呀，爬的最后是昏迷了，基本上昏死过去了。那幸好啊，他还有一匹马呀，那匹马是老马呀，忽然在他昏死过去的时候，那个老马就唤醒他，这个马就跑在前面，他就跟着爬爬爬的，发现一潭清水，救命的一潭水呀，他才活过来了。也许这是玄奘大师念心经观世音菩萨的变现了，救的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是一个大乘菩萨行人的一个他能够到达宝所的一种特有的品质，叫做重法如山，轻身事成。不要有这个保持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想法，在关键时刻就是舍身的。这个舍身不怕死，他才能够把内心的潜能给他张扬出来。一个怕死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有时候在重大问题上就是用死亡做赌注的。这就类似于你发的这个真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必定要到达顶峰才罢手。这样的心就是至诚心，就是真心，他才有可能修行成功。相对应的却有一种虚伪的心，这要注意了，可能是我们众生的常态。有罪不惭，有过不除，内足外轻，死轻中带。有罪，那无量劫以前的罪我们是没有办法，但是今生今世就是你学佛之后还在造罪。什么叫罪？你是明知故犯，有意造作的就是罪。什么叫过？过是你无心造的就为过失，叫过失。那罪就重了。所以意识到自己有罪，但往往我们的那种本能的虚荣心或者那种劣根性的反应就是隐藏，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知道了就没有脸面，这是一般凡夫的本能的反应。但是修行人要注意，这是极大的危害。有罪一定要发怒，一定要忏悔。这就类似于一个杂草，你把它连根拔起，阳光一照，它就没有生命力。通过忏悔可以有很多罪可以忏掉的。但如果你这个根你伏藏在那个地方不发怒，那好，它永远在那里滋长。而且随着你每一天的过程，这种隐藏就是伏藏啊，它的罪就越来越加重啊。所以有智慧的人虽然犯的罪很重，但是会了解忏法，他能够忏掉。没有智慧的人虽然过失小，但是他伏藏，他那个反而后果严重。所以佛法给我们建立忏悔法是佛的慈悲。忏悔有作法忏，有作相忏，有实相忏啊。那对于出家众尤其要加强作法忏啊，结末法啊。那这个忏有通过你的过你的罪过接的罪，或者对手，或者四人，或者五人，乃至二十个比丘里面忏啊，他都有一些相应的方法。这个虚假修行的人有罪过他隐藏不去忏悔，有过失也不自责也不去排除，
内心是充满着贪嗔痴的浊恶，而外面还显得他像一个修行人，就是作样子作秀，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内浊外清，使勤中怠，使勤就是有些修行人开始很精进很勤勉，慢慢子他就懈怠了啊。有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啊，学佛三年拿佛赚钱啊，不属于这种情况啊。所以要保持那种精进勇猛啊，长期的他要生死心切，要菩提心的能量足够，他才能够自始至终一以贯之都是精进的，都是如旧投然的啊。要避免这种我们的开始很勤勉结果懈怠了啊。还有一种虽然是好心，好心就是指他有一种了生死成佛道的心，这叫好心。但是呢，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又被这个名闻利养所夹杂，包括他做一些慈善事业或者为大众服务的事业，他好像也是慈悲心有点菩提心去做，但做的过程当中他的名利心上来了，他的我知我慢上来了，这就是夹杂不纯粹。虽然也在做一些善法，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他的我这个无我的空慧不具备呀，他只要有我之生见呢，他这个在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就是恶业的种子起现行，那导致的就是罪孽，充满人我是非，你争我夺。在这过程当中他就用机心玩手段，还认为自己很高明，但一个修行人到了玩机心用手段实际上是挺可怜的。你要玩这些东西你在世间法去玩呢、你就穿个西服这个踏一双皮鞋，就像推销员一样的，我把西服穿得崭新，把这个皮鞋擦得贼亮，就向这个世界挑战了啊。那你修行人他不能是这样的，你披上如来的袈裟呀，所以不能去做那些罪孽，一做那些我们自信清净心就被染污了，袈裟底下是人生呐、那是太不值得了啊。所以这样这样的发心就是虚伪的发心。要知道三尺头上三尺有神明，与生俱来都有两个俱生神跟着我们，更何况佛菩萨六通具足啊，足护法善神也是眼目如电，这些我们举心动念佛都如来如见悉知悉见，我们还要去作为干嘛？作为是最愚痴的事情最不合算的事情。所以我们修行就是真实知道自己妄想杂念很多，佛业障很重，我们生惭愧心吗？惭和愧是两种白法吗？有惭有愧，佛菩萨是会谅解我们的吗？会加庇我们的吗？会让我们从业障的烦恼的沼泽地带引领出来吗？那我们踏上修行的康庄大道吗？引领到这个妙高峰顶吗？去领略我们自信的无限风光吗？绝对不能作为。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